我们不能放下，是因为无始以来所生的烦恼。凡夫众生总是在分别妄念中，所以成劳戏福，不得自在。我伫咧中午啊，那念不了，拢一定会开始。一听入，一听到这一段，伊讲哦，伊阿叔哦，因有一块土地，伊有一块土地哦，阿伯伯。卖十多年都卖不出来，因为怎样呢？跟阿姐在烧过，因大兄跟阿姐烧过，过一二十年、十多年，人大家都知影，不爱甲买这土地，啊，不爱甲买这个土地呢，吼，伊煞卖不出来，啊，即卖吼，就是讲啊，有贷款啊，种呢，想要来处理，吼，啊，因为伊这一段呢，听这一段开始段就念佛啦，吼，啊，有时啊呢，吼。啊，来供修啦，来写到阿叔的名啦，吼、哦，阿点无做善事回向，伊阿叔一天来摕五千块回，伊讲听你身体无啊好，啊，这个吼、哦，这个小意思，吼、哦，伊讲我这土地要卖，伊讲土地卖吼、哦，我甲你卖，啊，伊讲哦，我咧俗俗个卖，伊讲爱想想，吼、哦，咱讲买土地，哪有咧嫌想想个，拢嫌想贵，伊讲安尼想着，你个囡仔爱培养种种咧，希望较伊要。阿叔要较侪钱去，吼、哦！啊，安尼伊才走来找我，伊讲哦，师傅啊，安尼哦，不可思议，我安尼回向，伊即马呢，已经呢，吼、哦，改变一个人，啊，要来甲买土地，本来卖出来，即马要来买土地，所以迄一天，伊讲啊，我中和的所在呢，啊，强修呢，要来上这个净土的五经，伊怎啊讲师傅，我要来印。吼、哦，要来印一千本、几千本，甲人结缘吼。我讲安尼吼，印来了，我京都我无地藏吼，我看下佛教书局甲买吼、哦，啊，六十本无够，再个买安尼吼，咱有够用安尼就好。啊，伊讲我要，我这条钱我要出吼、哦，这都是你甲看，该完事的。所以作为咱若碰到对你上歹的人，甲你诽谤、甲你结冤仇的人，你念佛做善事吼，上敬持咒安尼。虔诚来回向，一旦改弯失格，放下内六根、外六尘、中六识，在诸法缘起中不随业流转。十方新闻记者赖一荣台北采访报道。